家好，我是熊，今天要玩的是比特币变人。Welcome back. 然后就继续吧。现在要玩的是卡拉路线吧。哦，回家了。终于要回家了。住这么破的房子，但是我觉得他车子好像停的没有很好，有歪歪的感觉。唉，要下车，下车，好。这应该是小女孩吧？来看一下。看附近有没有东西。怎么讲？啊，都不能过去。前途。哇，这人是在制造什么、施工什么东西吗？还可以继续走吗？好像再过去就不行了，这是一样的东西。好像不行，对。人去找他，爸爸。啊，这还是有一点难操作，因为死角抓得不好，烦啊。You've been gone for 2 weeks, so the place is a mess. You do the housework, the washing, you cook the meals, you take care of. 跟我之前玩暴雨的时候好像，就是那个。God damn it, where the fuck's that gone now? Alice.Alice! Oh, there you are. That's Alice. You look after her. Homework, bath, all that crap. Got it? Yes, Todd. Get started down here, then you do upstairs. 好像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这个刚刚说一半。那刚刚那这里的格局跟我之前玩宝物的时候，那时候爸爸跟他的小儿子一住的房间很像，格局很像。一进门。左边就是上楼，然后右边是客厅，只是摆的东西不太一样。你看一下这是什么？账单嘛，为啥没有翻译啊？是不是没有钱的意思 ？TV on。Helen， 应该是欠很多钱吧？我们来整理吧。拿去这个，我怎么拿不到？哟，视角怪，讨厌！为什么我按不到？OK， 还收得住。先把那些东西都收下去。丢！Maybe。接下来。Depends on what you need。啊，丢什么？我。Yeah, I can get that. 好，这里，收，Yeah. I'll bring it tomorrow. 丢。Yeah, same place. You know. 然后家是咖啡桌，一万，怎么，这个一万呢？怎么进的？这个是看这个吗？应该不是吧？没事哦。哇！好。啊，真的很可以，我送。啊，好乱哦，受不了怎么那么脏啊？两个礼拜而已，不脏啊。好。我们去拿这个，但我觉得好像没有很重。卡拉达比士，当，哎呦，住在4203号。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吗？旁边有个 baby， 艾莉，那是什么啊？还要再盖，这附近好多建要盖的那个叫什么工业区吗？这是在盖东西。打开！讨厌，这个啊，我觉得
管怎么样都好难搞。你的外公车也通知在。哦，后面是那个仿生人上去的地方，前面是一半，他真的看起来没有实际的感觉，是公车啊？还有东西吗？还是没有了？好了，走吧，吧。咦，我想回家。哦，接下来。这收好了就，诶，你没跑出来的。再去看一下这个，哎呦，打开，诶，不能开吗？竟然洗用洗碗机故障，诶，你这样自己偷听没有问题吗？那我会把那个老伯感觉很凶你。前面这个洗碗，哦，还有肉，还不能洗。这什么奇怪的声音？在干嘛？在做什么？真怪怪的。我要去赶快来拿盘子。嗯，你没躲在底下，为什么要躲在下面呢？哥哥，洗碗洗碗，哦，超晃超晃视角，我都快要不舒服了。放下，开始洗喽！我是沙子杀人，我突然觉得这样，哦，这个感应新刀，嘿嘿嘿。我觉得两个礼拜碗没有洗，那很恶心，我会受不了。你看好脏哦。我觉得放好一两天，我就觉得不行。嗯，你没偷窥我，好背后你有点恐怖。你为什么要疏远我？继续努力工作。不刷。Kara! Yes, Todd? Bring me a cold beer! Right away. 自己不会拿，哦，卡拉动作好快，马上就洗好。自己不会拿，洗肥宅。可恶，要不是因为你是我的老板，那我就打你了。放下。那红红的烟雾是他在吸什么吗？他好像很喜欢看运动的比赛。我还有东西没有检查完，我还不能跟你报告，我还有很多耶。哦，你有东西可以阅读哦，就是运动的书。仿生人之地是否该下令进去？再来去节点大串联，这是什么啊？看一下，哦，地下捷运耶，感觉很酷。到洛杉矶跟曼哈顿到那个不要只要两个小时就好。哦，感觉不错哦。嗯，然后附近的地价就上升了。嗯，啊，大概就是这样吧。再来是棒球这部分。哦，这么厉害，投出超过120英里的快速球哎，所以他们不爽。这应该是他们想要禁止的意思吗？八。那什么东西可以看呢？看一下你，应该是爱丽丝耶。哇，还是这样，那，我是不是还没？看一下后面，这也可以互动吗？嗯，诶，没有吗？没有衣服要洗吗？这个嘞，诶。不行，诶，不行，那就公园吧。之前暴雨杀鸡的这个房子后，他们也是有后院，我印象中也是。那时候我有走出来逛逛，然后后面也是这样破破烂烂的。然后只是那时候好像有在下雨吧，我记得。
有下，那时候有下，也是可以出来，但是它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欸，那里有个洞耶，不知道之后有没有用到。用这个来装衣服，看起来就脏脏的啊，怎么用这个装？你们跑出来，那真的很恐怖有时候像鬼。这妹妹才是阴灵，是可怕的，可怕的鬼一样，那边冒来冒出一下呢，转来转去很恐怖。等一下说说吧。游戏。You look bored. Would you like to play a game? 好，跟路上是吧？耶，东尼。You like playing out here? 他怎么看起来都不开心，但是他变热情，真的不懂，不太懂。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吧。他虽然照理来说应该只要跟着黄点啊，但是我还是会想说有没有东西漏掉。就是再检查看看，有让卡拉是月球漫步一下，哇什么？哎呦，好卡哦！真的画面真的是操作的很烂，就请大家见谅啊！我自己也不想要这么惨呢。出去吧，媳妇。衣服，那箱子很大，真的跟平常的洗衣篮那种才一样。拿洗衣粉，洗衣粉，嘿。是发现什么了吗？里面有东西。这个是什么？毒品啊！红冰啊！有毒，那怎么会放在那边？哦，后面有人，哎呦，好恐怖哦！你干什么啦？你干什么？用不救我自己放在洗衣粉里面，然后怪我动你东西，你这样对吗？好，洗好了，接下来是出去吧。打开吸尘器，走，吸尘器。OK， 没有漏什么吧？再看一下，好，细心的检查。有 L1 一样，刚刚这样的东西啊，我看，哪里？这个，刚要我看的是这个，开始，等你，卡拉好可怜哦，一直被掐死，你们干嘛不自己做啊，师姐？好，我刚过这个，吸尘器会动诶，好酷哦！它是这种扫地机器人的那一种感觉。看爱丽丝在去跟他玩呢，我要去跟他玩。Alice， 为什么你要骂他？ Better stop that right now！ 讨厌你！你看，不得不躲过去。Why is she always pushing？ 躲的啦，讨厌。Pushing。这爸爸真的是怪怪。过脱出去，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吧，就剩最后一个了吧。温泰豪的报告，再看一下。I've made a good start down here. I'll head upstairs. Do what you have to do, but stop bothering. 那红色的烟雾真的应该是那个毒品。
他是用吸的概念嘛，但是他态度很糟哎、欸，很不想把你打扫，很羞骗。哎，在跟你说话。嗯，玩具。That's a pretty toy. What's its name? 小女孩都不太理我，都不跟我说话。爸，我要走了，你等你二楼吧。没有东西了吧？就等一下，应该是没有。爸，上楼。一个房间，这是爸爸的房间，开始收拾吧。你知道哦，他会弹吉他哦。我觉得他以前应该混得不错啊，又是运动的书，看一下写什么。所以有特别的仿生人的运动选手就对了，蛮酷的。生命的价值，无人驾驶车。现在好像已经有无人驾驶车哎、欸，就是会自己开的感觉，我不确定哎、欸，好像有啊。好，这个应该就只是看一看而已啦，放着吧。等你，哦，真的好乱，这应该是 CD 吧？感觉应该是 CD 的，它看起来就是一个。会运动又会音乐的人啊，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就因为仿生人把工作抢了，所以他就这样子吧，是这样子吧？美国人是不是很容易失业啊？之前鲍鱼那个爸爸也是都没有工作，都失业这样。抗忧郁剂耶，爸爸真的很有用哦，有枪。是之后用到的东西吗？走吧。还有什么？这个。你把它买黄光啊？哦。And now to sports. First up, basketball. As the Gears prepare for their critical match with Denver tonight at the CyberLife Arena in Detroit. 要比赛呀！酷。Negotiations are still ongoing over the possibility of allowing one Android player per squad.Debate rages as to whether the change would lead to more exciting matches. 仿生人在战斗，一起加入队伍，要感觉很强。CyberLife has announced i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periment by providing one specialized model to every team. Now, androids are already used to train players and provide tactical advice for coaches. 三年前就已经有应用在这方面，但是不能参加比赛。哦，这是动画吗？下一个，十月又有22,500人失去工作，达到37.3%，还这么惨。失业率，哦，怎么又是这个？下一个，President Warren spoke today at the opening of a new CyberLife plant near Milwaukee. At the event, the president again praised CyberLife's role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U.S. economy. She further announce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cquired 就有一个帮忙做家事的仿生人，感觉很棒。好想要，我也好想要一只哦，感觉不错。那他们好贵哦，之前看他们去买就要7999美金，感觉好一点就要更贵。哎，再看看，我觉得没有钱，目前应该没有这个东西。通风，来。是都差不多了吧？那你还有？等你，这也是账单的一种嘛。哦，我先叫出来，这什么啊？我打不清楚啊。这种我觉得卡拉一点危险感。
可是你又不给我看这是什么，所以那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会这样？好吧。再给他一次，没漏吧？你干嘛？二弟，马桶。走，这是算浴室吗？没有。他们真的很特别，他们马桶跟浴室分开。哦，卡拉卡拉卡拉镇。他们都会把它分开耶，很神奇耶。但是不等于你尿尿就是上完厕所之后洗手耶，不用洗手哦，好脏的感觉哦，怎么会这样啊？拖把，后面。哦，新刀吗？我这样子，我拖，干净溜溜，好干净哦，拖完变干净耶，完美，好，地板也拖好了，下来上爱丽丝的房间了，我要问，是不是刚刚看过了？是镜子吗？好像一样的，在干什么啦？说，打开，这个大意思吧？吓到他！I just want to tidy up your room a little. I only need 2 minutes. Is that okay, Alice? 只需要打扫你的房间而已，不用紧张。他画的耶，蛮可爱的。哇，直接画墙壁上，还很酷。上面，哇，这么小就看这么多书哦，厉害。Seems you like reading. 然后，还有什么？整理房间，整理。它是直的放诶，特别哦。它变横的了。直的，它还是直的。小女孩在干嘛？这个房子好像美国人都很喜欢有这种很酷的小房子，就是他们自己的小屋的感觉。咚咚咚！不过我觉得房子还蛮酷。解锁。还有什么吗？地上还有一个东西。爱丽丝的书。Alice in Wonderland。Of course. 不意外，妹妹，小女孩也叫爱丽丝。还有什么可以跟小女孩讲话？有这个箱子，感觉就先不要开吧，先跟她说说话好了。Hello， 选这个。I'm sure we used to be friends before I was reset. 这种都不敢玩。Maybe we can be friends again. 跟我说话。Your father said you chose my name. Kara, it's nice. How did you choose it? 下一句。You should tell me about yourself. What you like to do, where you like to go, your favorite foods. That would really help me. 再来。You're very quiet. I hope I don't scare you.你讨厌我了，我又没惹到你。我真的很没有办法理解他的信任不信任，跟疏远脸都长一样是怎样。我得到了一把钥匙。Open。
用什么力打开？哦，他们以前一家人的照片。这薰衣草怎么没有烂呢？其实他们以前看起来不错，他好可爱哦，小孩子好可爱。而且他一直画了，为什么他好像流血了？然后他爸爸穿运动装。咦，干嘛？这个是我吧？哦，我怎么断了？No， 你这个暴力人！果然这个爸爸有问题。快回去！免得被发现，快收起来。太好。然后去找那个老头，欸，他会跨那个书，我觉得蛮酷的。还有东西吗？没有，没有。拜拜，好喽，准备下喽。噔噔噔噔，哎，哦，我怎么卡住了？ What are you doing？ 爸爸真的很恐怖哎，家暴吧？ Play. 怪怪。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吸毒。没有工作。Huh？ Fucking loser。Can't get a job, take care of his family. 想要干什么啦？ Don't you think I tried to make things work? But whatever I do, when someone comes along, they just fuck it all up. 干嘛对小朋友动粗啊？ I know what you think of me. You hate me. You hate me, don't you? 做什么？ Say it. You hate me. 我哭了，你干嘛？坏耶。God.What am I doing? 对，你在做什么？他为什么不去帮忙啊？ I'm sorry, honey. I'm sorry. I'm sorry. You know I love you, don't you? You know I love you. 不知道啊。哦，玩完了，96%完成你。噔噔噔噔，感觉我好像拿了很多耶，就差一个，那个是什么啊？为什么差一个？你问我漏掉什么吗？我都有拿啊。反，我差一个，怪，都有拿，该开的我都开了啊，怎么样？嗯，他还是最，他还是最后只有一个路线嘞。嗯，诶，全球比例，看一下，其实大家好像都蛮高分的嘛。那今天就玩到这，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按下喜欢，然后订阅圈岛熊频道，大家拜拜。